从遇见你，感觉了生命更可贵，也没人和我商量。青春已过了几回，自从想过了你，尝到了爱的滋味，也不管爱有多累，这爱白开水。生命有几度辉煌，贪婪就不要多藏，爱就要直截了当，爱你就没有商量，爱你就没有商量，不要那华丽包装，商量，爱你就没有商量，爱你就不再商量，贪婪就不要躲藏，爱你就没有商量，男子汉敢做敢当，爱你就没有商量。这么说就特没劲了，就让我觉得你这人特别不好教，对不对吧？全能拧了，你领会错了我的意思。是是，我脑子特别慢，不能领会您的话的正确的意思。不过，我希望你也别领会错了我的意思。我让您帮我，没有要勾引您的意思。您尽管放宽心。踏踏实实的，没人爱上你。周华，我觉得你真是有病嘞。阿姨，伯伯，方波来了。哦，都来了。阿姨您好。哎，小波，来，坐坐坐。哎。房子挺不错，丽丽啊，启森向你道歉了吗？他脾气不好，你要多谅解他。其实没事的，阿姨，我这人啊，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吵完就完了。接触长了，您就能了解我了。这就好。我先把瓜端过去。好的。五一结婚的，后来医生说他这个病急性期，不宜马上结婚。所以我们考虑是不是等这个病稍微稳定一点。他控制住了再结婚为宜。是这样啊？对，没有别的意思，完全是从治病的角度考虑的。那就好，我想也不应该有别的什么原因啊。没有。是啊，你们俩的感情还是有基础的啊。对，可以说是很深的嘛。这点我可以作证，风波和周华的感情的确很深厚，在我们剧院啊都是有名的。感情深厚嘛，婚姻的关键呢就是要有感情。对对，我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结婚，结婚之后两个人互相都有照应。是是是。伯伯您还不知道吧，在我们那儿啊，把男的女的都算上，方波是属于那种感情特别专一的人，而且啊正经看上方波的人还真不少呢。您就说吧，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还有结过婚的没结过婚的。陶丽丽，还有别瞎扯了。有关周华，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从各方面帮助他。这个我相信，而且绝对放心。我跟你说，周华，你是女的，好些个事情我都能让着你，不跟你真计较。
可你也得知道点分寸，别太过了，过了就不好了。你少用手指着我。我就用手这么指你，而且你现在该有人这么多指着你了，否则就没边了。懂点理，这么大人了，没人老能让着你。客气点会不会？认清面前的人是谁，我不是对门的许彤彤。你还甭不服气，我这样说完全是为你好。将来没人敢离你再近点了，弄的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管着嘛，爱有人爱，没人爱。你瞧，你瞧，我这人啊，还不怕有人骂我是个车祸子。我真想大嘴巴抽你，什么嘴脸啊！你抽，你打一个试试。打了也是白打，唉，顶多一边哭去。年轻的姑娘，长得也不寒碜，一天到晚倔得吧唧的，就不会学着发点嗲，装点啊，乖，不什么事儿都办成了？就不会装嗲，就不会。唉，行了，你就这么下去吧，我也是多余。最后弄个万人嫌，猪不吃狗不啃，人也不。才万人嫌呢！行了行了啊，咱们就说到这儿，打住。你看笑起来多好，平时非弄个铁锹把子脸给人看，不是说不会笑吗？人心里难受，你又不是不知道，想干什么都干不成，啊，非得强装笑脸呢？我没有要求你表里不一，就是说呀，你得分出点青红皂白，别逮谁跟谁放，特别是别太过了。什么叫太过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对许彤彤太厉害了？我跟彤彤谁跟谁？我们俩多少年了，谁对谁发点火有什么呀？他有时候还拿我当出气筒呢。嘿，今儿我成撒气筒了。哼，那反正我总得有地方撒，总得有一撒气的对象。那这对象怎么着也应该是方波吧？小芳，我有件事拜托你。哎，您说。我们有个想法，我和你阿姨已经商量过，想让小花搬回家来住。哟，这想法你们跟她说过没有？你讲话比我们管用，劝劝她做做工作。平时你的话他听不听啊？嗯，他听周华的，我倒信。有的时候听，有的时候也挺难说得进话的。我可以去说说试试，不过他这人有时候挺倔的，这你们大概也知道。太好了，我是希望呢，哪天有时间能到家里来吃顿饭，你也一起来啊？这不成什么问题，我想。那就这么定了，哪天合适？星期六晚上怎么样？有时间吗？星期六晚上可以。好，丽丽啊，到时候你也一起来啊。嗯，没问题，您不请我，我自己都会来的。真的。哎，方波，咱们俩现在也算是亲戚了吧？以后啊，有好事别老想着你们家周华，也顾着点我们呀。别逗了，丽丽。刚才当着老人，我不好意思说，我还替他们说话。其实我和周华都吵翻了。吵架算什么呀？你们俩呀，就是吵得不够。我跟你讲吧，我和启森就经常吵架，越吵越近乎。哎，你看这项链没有？哼，赔礼道歉的产物，10.8克的纯金的。可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不是一般的吵嘴。为什么呢？谈款为什么？总之是吵得非同小可，我都担心怎么缓和了。哎，要缓和还不容易，甭自尊心那么强的，赔个礼道个歉，周华又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肯定啊给个台阶迅速他就下来了。问题是我并没觉得是我错。嘿，你可真行啊，这事儿哪有是非对错啊。我该走了，你也别煎熬自己了，想开点。不就是一破戏吗？上不上有什么吃紧的？成了又怎么样？
演一百场，也不过是名噪一时，自个儿给自个儿激动一把，自己给自己弄一大堆荣誉，别人还莫名其妙。嘿，高强，我可没看不起你的工作啊，你怎么倒有点看不起我的工作呀？那不是因为缺了你吗？连带着整个的戏剧艺术吧，在我眼里也丧失了光彩。没有你的戏，那还能叫戏吗？行了，你啊，别这会儿又虚头巴脑说好听的。你这说好听的也不爱听，你这人难伺候吧？嘿，我的意思啊，是你想开点，别老一根筋的惦记着那戏。外边的草也绿了，花也开了，哪天想上哪玩吧，跟我说，我带你去。咱们有车呀。哦，这会儿你敢约我出去了？你约别人的女朋友出去，你不怕我们为你吵架呀？行行，你甭说了，我替你说好吗？你是光明磊落的，是不抱个人目的的，你的项链哪儿出的？台湾。是台湾的好还是香港的好？嗨，你甭管哪儿出的吧，只要是纯金的就好。哎，怎么着？给周华来一条啊？嗨，方波，真不是我说你。难怪周华要生气呢，你这未婚夫当的也忒不称职了，也不给人家买条项链，冬天夏天的，那么漂亮的一个脖子，光秃秃的合适吗？周华不要。你别觉得你们家周华比谁高多少似的，周华是不是女人？是女人都一样，都受哄，而且喜欢这个。得了，我也不跟你说什么了，也不上楼了。周六见啊。嗯，好。哎，再见。再见。方波，有个事儿找你，到我车上说吧。不必了，有什么话这儿说不一样吗？也好，我一直想跟你解释，一直没有机会。那个晚上，五一节晚上，我们可能有点误会。不必解释了，我缺点没什么误会。我这么说吧，我没想在你们中间怎么着，我有女朋友，我也不想留给你一个印象，好像我已经怎么着了。不必说了吧。我也没对你有什么印象啊。是是，我也觉得这么说挺别扭的，但是我还是想把事情说明白。如果说我在你们之间造成了一些不愉快，那绝不是我故意的，你也千万别多心，也别对周华有什么不好的看法。你可以责备我行为不检点。我责备你干嘛？我也没对周华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我自认为比你还更了解周华一点。如果我们之间真产生了什么问题，那也纯粹是我们俩个人之间的事情，与你无关，我们会自行解决的。也好，那是我多余了。再见吧，我走了。老贾，老贾，你也用不着激动啊！哎，来，请进。哎，方波院长，来来来来，你先坐那，我们这说话就谈完啊。哎，好，坐坐。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你放心啊，该评几级，这是会实事求是。你想啊，这条件都摆在那呢，该几级就是几级，绝对不会压抑。王院长，咱们团。总理接见过演员还剩几个呀？我绝不是争，到时候您一定得替我们说话。哎，这不是什么争不争，啊，只会高不会低。嗯，你想啊，我们还不是希望大伙儿都评得高一点？对对，这干了一辈子了，最后还不就指望了这个吗？对，你们做领导的能理解我们演员的心呐，我也就知足了。
王院长，那我走了。哎，好嘞，老贾，我们一定会慎重的研究你的具体情况。哎，这个心呢，就放在肚子里。成成成，您放心，我走了。哎，走了啊，方波。哎，看见没有？这还没开始正式评，我这就接应不暇了。都想评一级，哪那么多一级啊？就是啊，全剧院一共才五个名额，都强调自己的条件，那谁还不够？哎，最怕这个评职称了。嗯嗯嗯。前几年那涨工资，就闹得不亦乐乎，这不就是又来了？我跟文化部说了。你给我五个，还不如一个不给。你说我给谁不给谁呀？哎，不提这个了，这挠头的事还在后面。剧院新盖的宿舍楼，这说话就要交工了。对。哦，对了，方波，我找你来啊，是想跟你问问周华现在病的情况怎么样。哦，他这病还算稳定吧，反正一时是好转或者恶化都不可能。那个透析是不是还得继续做下去？啊，那这恐怕不能停。这个，他眼下的这个稳定就是靠透析维持着呢。医生倒是说这个，以后可能透析的次数不会像现在这么频繁，但是完全停下来，这恐怕不可能。这个，啊，来烟呗。啊，王波呀，哎，有件事让我挺为难的。你看。咱们剧院的医药费啊，拢共就那么俩钱儿，啊，这回周华生病呢，光透析费用就用去了一大半。知道知道，啊，我们就是特别感激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哎，那倒不是，这也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哎，我不知道你听说没有，咱们舞美队的这个老赵最近检查出了肺癌。不是前一段不还挺好的吗？说的可不是嘛，而且一查出来就是晚期。哎呦，他爱人呢，哭得死去活来的。你想啊，孩子还小，老人还在。哎，这个老赵也真是，你说苦了一辈子，最后临了闹了这么个病。哎，他抽烟吗？没见过自己买哈。原先抽。今年刚戒的，这一戒就闹了这么个病。这一住院动手术，这又得一大笔钱。我们这几个院长现在正愁这事儿呢，上哪去弄这笔钱补这个窟窿？哎，这才年中，这钱就差不多全花光了。行政费呢，又是死的，文化部是多一个子儿不给。对了，还有呢。咱们上星期司机班的小李出了个车祸，撞死一个人，毁了两台车，这又得修车啊，又得赔偿，这笔钱现在还不知道上哪儿弄去。哎，我告诉你方波，我这个院长啊，现在是焦头烂额，一天到晚忙着就是找钱。我跟文化部说了，等这届任期满了，哎，说什么我也不干，谁爱干谁干，我呀还干我的导演去。这当了这么两年院长，一个戏没拍成，净他妈瞎忙活。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剧院没钱给周华做透析了？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再没钱，病也得看。啊，那个我找你来呀，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咱们俩想个办法。你看周华透析的费用呢，能不能，剧院出一部分，你们自己呢也拿一点，大家分担一下。
当然了，这得在你们经济啊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哎，其实咱们国家这个公费医疗制度啊，现在也正在进行改革，这实在包不下来了。剧院呢，下半年就准备动，以后再看病，那自己也得掏一点。院长，院长，您的意思我懂了，您不必往下说了。剧院呢，也尽心了，领导也尽力了，您就直说吧。周华透析的费用我们自己出一部分，这比例大概得多少？哎，凤伯，一千万体谅我的这点难处，其实我也不愿意这样，是吧？哎，你想啊，谁能担保自己就没个灾儿没个病呢？可这巧夫难为无米之炊啊，这没钱怎么办？我现在啊，盼就盼着在年底之前，再别给我出一个生大病的。哎，这么办吧，你们家属出三分之二。哎，钱哥，哎，有人找你。谁呀？不知道，说有急事儿。哦，这等会儿我过来。哎，哥，别呀。哎，新荣，哎，这大下雨天的你怎么来了？不，你打你的。我还想跟你说件事儿。什么事儿？说吧。我以前交过一男朋友，这事儿我不瞒你，我们都好到一定份儿上了，都快结婚了。后来他出了事儿，判了七年。别的事儿我还能等，可这种事儿，本来我不想再结婚了，就一个人过。可家里，我父母总不忍，总劝我。一想也是，弟弟妹妹都大了，都得成家。父母不说什么，可弟弟妹妹呢？啊，正好我们单位分房，结婚登记的都能分一套。我懂。我对你没意见，你人挺好的，其他条件我也就不挑了。反正我自己也能养活我自己，我这个年龄了，也没心思谈情说爱了。要是你觉得我还可以啊，反正我已经挑明了，就看你有什么意见了。我没关系，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嘛。是。要是你觉得我不合适，就明说，没有，我不会怪你。没有，我不在乎你以前是个什么样。咱们都是大人了，用不着像那少男少女，说话拐弯抹角的。其实以前要是你说，要是你嫌我过去跟过别人，你也可以直说。没有。我真的不在乎你以前是个什么样子，以前的那些事儿不怪你，不是你薄情，这事儿搁谁吧也得这么办。至于说其他的事儿嘛，就更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了。我
我向你保证，虽然也许我不会像有的女人那样给你多热烈的情感，但结婚以后我肯定跟你一心一意的过日子。我对你也没有更高的要求，你过去的事儿我也不想打听，只是希望结婚以后心里别再想着别人，咱们好好的过日子。要是你烦了不愿意跟我过了，当面告诉我。还有将来咱们为什么事儿吵架，不许你用这件事对我。我保证。怎么办呢，中华？什么事儿？高强呗。你能肯定他爱上你了？肯定。那你呢？你怎么样？你也爱上他了？问题就在这儿了，我不知道。可是我只要一见着他吧，就六神无主了，就说话也结结巴巴的。我怎么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好像比平时话还多呀？那也是激动的话多，语无伦次嘛。我跟别的男的在一起可没这感觉，包括你们方波，表面条件超过高强的，可是我见着他就没那么回事儿。嗯，那可能是真爱上了，失去理智就说明感情占了上风了。哟，你们都吃完了。哎呦，方波来了，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来我们这儿来了。哪能呢？不就是吵了几句嘴，说了几句气话，我都忘了，一点没往心里去。吃了吗？那还没有，你上午光忙了。那你只好吃我们的剩菜了，要不然我再给你做点。那不用不用，这就挺好。你们这儿干净碗筷吗？用这副吧，周华刚用的。我上午来过一趟，周华。哦，我上午透析去了。情况怎么样？还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听你们正说什么感情啊理智，说什么呢？我们在谈论爱情呢。是吗？谁又爱上谁了？我，高强爱上我了。真的？嗯。真有这事儿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不很正常的吗？有这事儿吗，周华？据说是。那你呢？准备接受这份盛情吗？是。你笑什么呀？你笑，瞧你那样，觉得我们这份感情很可笑？不是，不是笑你们的感情，主要是没想到，真的太意外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不太合适啊？我不该找高强。不不不，高强很好，在他那一行里边也算是优秀的了。只是我敢打赌，你最后不会嫁给他。那为什么呀？因为已经不时髦了，不是提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年代了。哼。但当然，从审美角度讲啊，这依然很动人，就好像公主下嫁牧羊少年啊。可你不是公主啊，生活也不是舞台，因此你只可能在想象里边去陶醉，去浪漫，绝不可能付诸于行动。哎呀，这又来了一个聪明人，又来了一个能谱凶吉的预言家。我就纳闷，方波，你这优越感从何而来啊？不是我这不是贬低高强哈，我这只是指出一种现实的可能。我不是这么说就觉得自己优越。我听着你就是这意思。什么叫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啊？你是不是觉得你不是工农，你是上等人，是比别人都高贵的上等人，
不承认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阶层高低之分，这恐怕也不是客观态度吧。我不是看不起任何人啊，而且这种职业高低也不是我划分的。我听着你还是这意思。哦，高强当司机就比你当说作家也怪难听的哈，咱们就简称知识分子吧，就比你当知识分子要低一等。嗯，虽然不是你想这样，是吧？对。那我倒要请教了，一个人自感高人一等，他总得有点值得炫耀的资本吧？你比如说像资本家，他可以炫耀他有钱，贵族他可以炫耀他有头衔，这些都是万众向往而只为极少数人所占有的。可你既无钱又无势，你何来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呀？难道拥有知识不值得炫耀吗？你怎么就证明你的知识就比别人就比高强要多呀？哦，就因为你平时的工作是写字儿就能证明啊？在银行里工作不等于银行里的钱都是你的。我明白了，一个人要想自我炫耀，不一定偏得有自我炫耀的资本。不是，我没有自我炫耀啊，而且我刚才说过，这种地位之差不是我造成的，根本不存在地位之差，不过是知识分子自交交人的幻想。就像地主的地被农民分了一样，知识已经不再是被少数知识分子所垄断的奢侈品了。是，你不必像看庙的和尚那样以为自己剃了秃子有了记号就比众生更有信仰了，你不过是个庙宇的看门人而已。哎，你们别争了，你们怎么一见面就吵呀？干嘛呀？这是我没吵，我们在争论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你在吵，我一点都不觉得这问题有什么要紧，而且我觉得这种争论嘛特别无聊。我不觉得无聊，我觉得很重要，这甚至能决定我对一个人品质的看法。我最讨厌的人之一就是那种自命不凡总用居高临下口气说话的人。我第一次发现你对劳动人民充满感情啊。这就对了，如果要我在一个朴实的劳动者和一个狂妄的作家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前者。你说的这种选择是指的婚姻嫁娶吗？你这才叫真正的无聊呢。哎呀，你们都别吵了，是的，都少说两句。要不我走，留下你们爱怎么吵怎么吵。好好好好，我不说了，我无聊。钟华，嗯，跟你说件事儿。我一回避吗？不必不必，这事儿不瞒人。你爸爸这两天找过我，想约你我这星期六去他家吃饭，我答应了。那你去吧。啊，钟华，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爸爸，有些事儿也不能太……你对好多别人都能体谅。为什么就不能原谅自己的爸爸？我觉得过去的事儿吧，老耿耿于怀也不好，不像你。就是，卓华，你还是去吧。你看人陶丽丽，
怎么还没怎么呢？已经进进出出一家人似的了。人家这点就比你强，有关系没关系都能跟各种人搞好关系，你说是吧，方波？反正比你强。怎么样，周华？我不想去。那他们就得来，更麻烦。去吧。啊，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说我不舒服。到底至于吗？你也不至于就一顿饭都不能吃了吧？要不然就是不想跟我一起去。随你怎么想，反正我不去。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哪也不愿意去，我不爱去，我不愿意看到人家那种同情的目光。这种自尊心毫无必要吗？又不是外人。我现在除了自尊心，我还有什么呀？我就剩这个了。不，你并不是一无所有。只要你不拒绝，我该走了。周华，嗯，我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想咱们俩的关系。像这种关系是不是到了继续不下去的地步？我想你，我也想我自己。像咱们俩刚开始相爱的那时候，那些事儿，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可是这些事儿在我眼前特别清晰，历历在目。就连最小的那些细节都记得特别清楚。我记得我第一次约你出来，那是在食堂排队买饭。我挤过去假装跟人家说话，我把纸条塞在你手里。你当时不知道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可是你看着我的眼神，你就好像都明白了似的。我在紫竹院门口等你的时候，真怕你不来。没走过一个跟你身材相仿的姑娘，我都觉得那可能是你，生怕认不出你来，我都忘了你长什么样了，激动的像个中学生似的。我记得那天你穿的是一件浅驼色的大衣，戴着一大口罩，跟特务接头似的。到了门口见了我都不敢说话，一直走到里边没人的地方才摘下口罩。隔着口罩我都看得出来你脸红，你是红到脖子了。其实咱们俩根本没必要那样，又不是没成年的孩子，还得鬼鬼祟祟的，怕有大人监护。咱完全可以到宿舍来谈个明白，大冬天的还往外跑，回来以后脚都冻。其实也就是大前年哈，这才两年多。是啊，都感觉上过去那么久了。为什么？为什么咱们俩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有半年多了，咱们很少一起出去。当然是因为你现在有病了。可为什么咱俩一见面就吵呢？连外人都看得出来，咱们不如以前了。我不知道。我承认我这人身上有好多毛病，有的时候心眼小，不能容人。你忙起自己的工作来了，又照顾不到你。可我是真不愿意看见咱们俩现在的这种状况。我想过，是不是离了你就不行了，离开你就活不了了。与其相互折磨，还真不如各走各的。可是我想来想去，我发觉不行。我离了你，我真的不能。我不管你怎么看我，我对你的感情我一点都没变。我绝不放弃你。我欺骗谁都可以。
可是我欺骗不了自己的感情。菜不要搞太多，千万别咸了。哎呀，这条领带不好看，换一条，换一条。哦，好好好好，油不要大啊，小孩子孩子啊口轻。哎，鱼不要煎，最好清蒸。知道了。哎，你说要不要再给方波他们挂个电话，落实一下他们到底来不来？不必了吧，他要不来那还不来个电话。我看了还是最后敲定一下吧。你要怕打这个电话，我打去。哎，不不不，我来。谁来的？不知道。哦，哎喂，喂，谁呀？啊，我方波呀。哎呦呦，安老啊！哎哎哎，坐哪儿呢？我送包。哎哎，对，您怎么打这儿来了？啊啊，行，您放心，啊，我一定把他带来。他倒没说，没说不来，啊。行行，我们尽量准时，啊，一定准时。好嘞，好，那晚上见。彤彤，我还是头一回听你夸方波的本子呢。我是怕他骄傲，另外我也不爱当面吹捧人家。嗯，得了吧。哎，老范，嗯，我觉得陶丽丽一点也没体现出咱们作者的意图，多好的台词啊，都给他糟践了。哎，你听听我是怎么处理的，就会有所比较了。嗯，啊，比如说那段吧，男女主人公年轻时候那段，老范，你帮我对一下啊。拿这本来。哎，我不用，那点词儿我早就滚瓜烂熟了。呵，你这话要是让方波听见，他非感动的哭了。哎呀，你是不了解我呀，老范，我要对一件事儿真认了真，那比谁都认真。嚯！就说咱们这话剧吧，我也未必总演的那么差吧。如果我花点功夫或者上学进修进修，说不定啊，我能成为咱们话剧界一大腕。嚯，这口够正的啊。哎呀，但是我吧总是不能特别投入。嗯，我觉得在一件自己并不十分喜爱的事情上花太大的精力划不来，就像你一样。瞧你养的那几条破鱼，也就剩下吃食喘气的功夫了。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呀？因为你范建平不能真正的投入。哎，咱们那是两码事儿啊，这跟演戏不一样。哎，周华，周华，听着，老范，剧本43页。嗯，好。哎，站起来，站起来。瞧着啊。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我立刻就爱上了。你呢？我也是。不灵，彤彤，你也不灵啊你。怎么了？你瞧瞧，你瞧瞧我这身鸡皮疙瘩，这话你瞧瞧，这汗毛都立起来了。那也总比陶丽丽好吧？你得了吧你！哎，你说呢，周华？差不多，都怨你。我怎么了？下把情绪就给我搅了。哎，不信再来一遍，周华，你给我对词。哎呦呦呦！我说你快算了吧啊！你行了。哎，我跟周华给你来一遍，啊，你看看。来，周华。哎呀，你来别谦虚呀，要不然他彤彤不知道什么是戏。来，来劲了。好好学习学习啊。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我立刻就爱上了。你呢？我也是。是一个梦。
阵风，情是一片火，爱是一串冰。不要说人生如梦，不要再海誓山盟，只要是心在相印，就是苦涩也叫我发疯。这爱，这爱有谁能说得清？这是在梦里怎么有亲情？这爱，这爱有谁能说得清？起伏。